质嘅新。新天新地系代表住一个新嘅品质。咁究竟呢个品质系点样？嗱，我哋再睇翻佢话，同样第一节，佢话海也不再有了，咁即系冇得参加渡海泳噶咯，系嘛？咁啊冇得去出海噶咯，系嘛？嗱，我哋要睇翻当时嚟讲，海对于当时嘅信徒第一世纪嗰阵时候咩意思咧？从第一世纪当时嗰个嘅信徒当时嚟讲，其实海系代表住一啲嘅罪恶，代表住一啲嘅恶。所以如果你睇翻当时嚟讲，诗篇四十六篇第三节佢咁讲：其中嘅水虽攀军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当时嚟讲，海系代表住一啲邪恶嘅势力，而佢讲到话海也不再有了，即系咩意思啊？所有呢啲邪恶，所有呢啲嘅势力，喺呢个时候，喺呢个新天新地嘅环境，不再有。嗱，唔系代表我哋冇水饮。佢讲海也不再有了，唔系话我哋冇水啦，冇水，唔系咁嘅意思。代表住有啲邪恶一啲嘅恶嘅势力喺新天新地呢个地方系唔会再存在。嗱，如果再解释多一样嘢，佢话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嗱，呢样嘢咧，好多嘅神学家，好多嘅有啲嘅争议。咁究竟我哋系上天堂啊？究竟系呢一个嘅新耶路撒冷嚟到呢个地上？咁究竟系点样样咧？嗱，我想讲嗰个嘅重点。那个重点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是重点。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将来这个新的地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去到这个地方，代表着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想象下这个的环境，这个的景象，去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新天新地，不会再有邪恶的势力，不会再有罪的影响，是一个从神而来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的景象在这三节当中，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些什么的提醒？有些什么提醒？这么快脆出晒，明明有 animation， 不紧要，我逐点逐点讲。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现在好像住在一个满有杂质的人生。记唔记得咧？我喺以前养过一种小动物，记唔记得系咩？我讲过啊，龟哇，真系有听书嘅，真系啲特别坐最后嗰啲听得最清楚。我养过一只龟，嗰啲巴西龟咧，细细只咁样样咧。嗱，咁你知道咧，我就喺屋企咧就即系可面则面，咩意思咧？就系到去唔系真系好污糟、好烂嘅咧，我都系由得去。即係自由存在咁樣。咁只龜呢，咁你知道喺一個細嘅缸嗰度，細嘅缸度，咁我喂佢食嘢嘅，我又唔會話即係咁黑薄唔俾嘢去食嘅，俾嘢去食。咁食食下之後呢，咁佢需要有啲嘅動作，就叫排泄嘛，係咪？咁又食嘢，跟住呢佢又喺嗰個地方嗰度，咁呢慢慢呢嗰啲水呢越嚟越污糟。污糟到嘅地步呢，哇，直情呢即係我都唔知佢點忍，我行過旁邊呢我都覺得臭臭地咁樣。当我想起这个的图像的时候，我另外就想起，其实现在我们的人生，其实同样来讲，很多的杂质，杂质到多到个地方，我们仍然是生活在这个的杂质的地方，有时甚至乎臭臭地，但我们仍然这样住在这个有杂质的人生。杂质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其实任何令到我们看不到神美好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杂质。神是美好，神是最好，我们头脑上知道，但是有时有些杂质让我们不能够完全经历到感受到神那个美好。好了，我终于忍不住跟只龟换了水。换完水之后呢，只龟好像跟我讲声多谢这样。哇，主人啊，主人，你终于肯跟我换水了。哇，原来嗰啲水干净系咁好嘅，原来咧我可以咧透过啲清嘅水，我望到出边。哇，原来你哋喺度玩紧，或者系咧你哋喺度食饭。我以前乜都睇唔到，而家我睇到啦，我感觉到佢嘅眼神同我有少少交流咁样，同我讲声多谢咁样。我哋嘅人生一样，当我哋好多杂质嘅时候，睇唔到神嘅美好。约翰这个的意象同样提醒了我们，
我哋去到一个地步，可能我哋已经唔介意活喺罪嘅世界。嗱，中国人咧有句说话咧叫做啊，近朱者赤，近咩叫近朱者赤？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嗱，有时我哋睇到而家大麻，我哋用一个叫做 recreational 呢个字去形容去食大麻咧，系一啲娱乐嚟嘅，一啲康乐嚟。我哋形容啊，即系话一个嘅啊同性恋嘅，我哋一个嘅游行，我哋叫做 proud parade， 好自豪咁样样。我哋唔会再为到呢件事去羞愧，我哋可以好自豪咁样样。跟住我哋而家喺呢个嘅网上面，好容易睇到一啲色情嘅网页，好容易。我哋去到一个地步，已经觉得诶呢啲嘢冇问题噶啦。我哋电视成日睇噶啦，广告又成日卖噶啦，吓冇问题。我哋已经唔介意活喺一个罪嘅世界里边。上个礼拜我讲到一个字叫做 sin pact， sin pact 呢个字就系我哋呢个罪嘅影响，已经影响到我哋一个地步。唉，唔紧要啦，呢啲好普遍嘅嘢，个个都系咁做，冇所谓啦。约翰嘅提醒俾到我哋话，我哋究竟会唔会再次去睇翻，原来有杂质、有罪系一件咁可悲或者系一个咁唔好嘅事情。好啦，第三个提醒就系、是，我哋可能而家仲未睇到神俾到我哋呢份礼物嗰个珍贵。咩礼物呢？如果你睇翻马太福音第13章，佢咁讲，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哇，原来有啲嘢好到你係愿意变卖所有一切将佢嗰幅地买返嚟。因为当时嚟讲，你要有嗰幅地，嗰幅地里面有嘅嘢就係属于你。佢愿意将佢全部嘅嘢去放低，去为咗一个最好最好。但有时候我哋睇天国，好似上个礼拜我讲，当佢系都系好嘅，即系信耶稣基督系好。但我哋睇成为，好似我哋只系其中一种维他命 A B C D E F G H I J K 其中一种维他命咁样。我哋唔会话变卖一切所有去买呢幅地。我哋睇到扫罗，当时嚟讲呢个人。佢原本系乜嘢噶？原本系逼迫教会，仲要喺呢个嘅祭司度攞一封嘅公函，然之后去到大马士革，我要将嗰个嘅所有嘅基督徒捉咗去。喺大马色路上，我哋知道佢被神咁样去呼召，让佢短时间睇唔到嘢。去到大马色路上，去到等咗几日，圣经里面冇特别讲到佢究竟喺呢几日做乜嘢，但我相信喺呢几日当中，佢自己开始有一个嘅回想，有一个嘅反思，更加神同佢讲说话：扫罗，扫罗，点解你要逼迫我？点解以前你会有呢啲嘅杂质？点解你会觉得基督教、基督徒系唔好嘅？不断咁样喺呢几日当中有反思，几日之后佢终于睇到，跟住神派阿拿尼亚去，阿拿尼亚就去了，进了呢一个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见你能看见啊！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轮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嗱，俾到我哋去思想，我哋而家睇得到耶稣基督嗰个嘅美好，但系会唔会有啲杂质，好似一啲嘅轮遮住我哋嘅眼睛，让我哋唔愿意变卖一切所有嘅，去将呢一个嘅财宝得着？扫罗从呢一日开始之后，佢变成保罗，同一个人，杂质除咗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在2021年最后这个的主日，当我们去看回我们的前景，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检查自己，将我们这些的杂质除了去。好，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杂质，而这个杂质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或者是其他弟兄姐妹藉住不同的方法这样向你一个提醒，我们能不能够在2021年这个的最后这几日，在将来的旧年，将这些的杂质除了去。第三节开始，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最近呢买了一部榨汁机，很便宜，30元，讲给大家听。到买这个榨汁机在个网页那里，最后他问我，你想不想再买多一个的额外保证？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榨汁机有什么坏了，你可以寄回来，我会跟你维修。咁嗰个额外保证 extended warranty 要5至6元。咁我喺度諗，呢部机30元，我会唔会再用5-6元去买一个额外保证？咁你知道呢，我就冇买到。咁喺呢个世界上好多好多唔同嘅保证。你买车有乜嘢呀？佢话咩，你个 engine 又唔知保10年呀，跟住又唔知乜嘢呀，保几多年呀，咁样。跟住呢同样你又可以买一个 extended额外的保证，你可以买的，是吗？那你就不知道你部车怎样撞到散晒烂晒呢，但都可以呢，不知道为什么又回复翻身这样。总之额外保证。你另外呢，如果譬如说你借钱，你的信贷不是那么好的话呢，你要找一个 guarantor, 是吗，去担保，令到银行或者这间贷款公司他愿意将笔钱借给你，因为你自己的信用不是那么好。咁但系咧，你揾咗呢个人签名之后咧，你就变咗咧，佢就愿意咧系借笔钱俾你。好多年前我翻香港，夏天你知道大家嘅啦，香港又热又湿。咁我啲颈呢度咧生咗啲好似癣咁嘅，咁我咧就觉得好辛苦咁样，又热累累咁样，日日出街咁样，嗰啲癣啊定唔知咩嚟噶啦，咁咧就令到我好缠绕我。咁你知啦，我妈妈好爱我啦吓，咁佢同我讲，阿仔啊。我有一种药油呢好有用的。他跟我讲我保证你会好返。咁因为妈妈我相信佢啦，他说保证嘛，我听到保证呢两个字嘛，一听到保证呢觉得几好。咁我就阿妈你咁你帮我查。查完之后呢，原本有啲好少好少嘅嘢呢肿到成嘅呢，成个颈呢好似呢两条颈咁样。哇，嗰种药油呢我唔讲名啦，费事大家即刻在家里如果有那隻油呢就拎去退货这样。总到我呢，我信我妈妈嘛，保证嘛，保证查完之后会好嘛。结果呢我跟我妈妈说，以后不要给我再见到这隻药油。人的保证，咦，为什么又出来了这么快？人的保证是有限，主要原因人无法知道未来，你怎么保证呢？你都不知道将来出发生什么事，你又保证你5年之后去哪里成女做买卖， 你不能够保证，因为你根本上没有办法知道未来，同样你没有能力去确保事情是怎么发生，你能不能够确保你1年之后你会做些什么，去哪里得到些什么，同埋人同人之间你那个保证的目的是建立在什么利益的关系上。我保证借钱给你，你要还，因为我可以赚取利息，或者是我保证这部车，你如果你买了我那个 extended warranty, 如果有什么事呢我就会保你。但是呢其实呢很多的 fine print, 我这样又不保那样又不保这样。他那个保证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利益的关系上，同埋人心转变。我今时今日我可以答应你10000样东西。人心转变了，答应了10000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会再 honor 那个的 promise。神的保证是完全的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因为神是清楚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神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现在是2021年12月26号，但是对于神来讲，他由一开始到现在到未来，神是没有时间限制，他能够看到的东西是整个的 time span 他都看到了，他掌管一切事物，不是说我听日怎样样怎样样，我都不能够确保。我最近这两三日
我屋企同我仔讲：，阿仔啊，听日会落雨。跟住我仔笑我 ，Are you sure？ 跟住我同佢讲嗰个天气预告话噶嘛。跟住咧，好快脆嗰啲天气预告咧，过咗一两个钟头之后咧，又转咗话听日唔落雨。跟住我仔又话：，是。我哋以为知道一啲嘢，但系其实你唔可以确保神唔同，神掌管一切事物，而神保证嘅目的。佢唔系啲咩利益嘅关系，点佢有啲咩利益冇利益？但系佢保证系建立喺一个爱嘅关系上。更加神系永不改变，神系永不改变。嗱，如果你睇翻经文第三节，佢话有一个大声音从宝座上出嚟。嗱，当有啲大声音嘅时候咧，代表住跟住讲嗰啲嘢好重要。譬如话皇帝打完仗翻嚟。在那个城门那里，皇帝回来，这样所有的子民就走出来夹道欢迎皇帝。当有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大声音出来，他跟着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代表什么？神的帐幕代表着神的同在。跟着他再说在人间。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这件是一件很美丽的事。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有会幕，新约我们有教会。那我问题问大家，在将来新天新地 ,FEC Arcadia 在哪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新天新地没有教会的了，没有会幕的了。为什么？神已经同在了嘛，不需要这些的影儿，不需要这些的代表，代表着神的同在。因为神已经同在，我们现在在地上暂时的一切全部都是一个影儿，是预表了将来。好，我们再看刚才讲到人的保证是有限，神的保证是完全不同。那我再问 我知道呢，没有那些 animation， 我一按就出来了，真的。人的保证包括了什么？可能人的保证包括了那些物件用耐啲啦，有 warranty 嘛，用耐啲啦，但是一样是会坏。寿命延长一啲，吃多啲维他命，吃多啲有营养嘅嘢，咪延长一啲。但是你点都唔会过到150岁。担忧会减少啲啦，系咪？即系如果譬如话你人的保证，哎，我呢份工作我保证你做到2022年12月31号，咪担忧少啲咯。2023年先担忧啦，系咪？关系持久一啲啦。但是你怎能够保证你能够，譬如说你对身边的人说，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但是你照顾你一生一世的意思就是当我还活着的时候，当我还活着的时候。人的保证你只能够是用耐一点，延长一点，减少一点，持久一点。 That's it。 你不可以永永远远这件事不会坏，寿命 是一个长远的生命，是完全没有担忧，关系会永远永远 100% 良好。人的保证只能够多少少。 That's it。 好了，我们看神的保证是什么。神的保证在有一章第四节，他这样说，他不再有眼泪。上个礼拜我讲过为什么会有眼泪，原来眼泪是因为罪的影响而开始形成。因为有罪的情况，人的寿命减少，因为人可能因为病种种不同的原因。上次讲到拉撒路，他两个的姐姐因为拉撒路会死，他们伤心，而他两个姐姐马大马利亚这样伤心，见到个犹太人又伤心，一层一层这样影响到身边的人。更加他讲到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如果你在过去一段时间你的身体有疾病，或者你的家人有疾病，又或者你失去了家人，你明白我说什么？你当中你会有悲哀，你会有哭号，更加的如果你自己生病，你会有疼痛，不再有死亡。神的保证就包括了这些东西。在21章他讲到不再有以下这几种东西，其实和创世纪第三章完全的相反。创世纪第三章他就讲到原本是一切美好，但是因为罪的介入，
所有这些罪的影响，眼泪、悲哀、哭号、疼痛、死亡，从那时候开始了。但是到最后新天新地这个时候，这些有的东西又一次这样完全的没了。这个就是神的保证。全新景象，究竟我们那个的保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是最佳的保证。我甚至乎可以这么说，是唯一的保证。人的保证，无论你听起上来几好，其实都是短时间少少，它不能够完全作出一个的完全的保证，唯有从耶稣基督里面那里才是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的保证。好啦，我就问大家，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的保证是什么？是不是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 401k？ 或者一个你身边的人是你的保证？其实当我们想回的时候，我刚才所讲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是成为唯一的保证。最后几节经文，第六节开始，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吉，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你睇翻第六节，都成了，喺边度出现过啊？都成了，记唔记得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成了 ，is finished, is done。两次耶稣基督讲成了，第一次是在十字架，他讲完成了之后，跟住他又气断，他的灵魂就交咗俾父神嗰度。第二次他在启示录讲都成了，两次有相同，两次亦都有唔同。如果我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不是完全的吻合，但我想大家去明白。第一次的成了的意思，即是说我现在这个的班开了。你逢是愿意，你是 pre-register, 你先前登记或者你将来登记，只要你愿意来入去这个班，我就会收你。只要你愿意，无论你之前登记、现在登记，在这个班未完之前登记，你愿意的话，成了。You are accepted。 在启示录21章都成了，这个班完了，不可以再 register， 不可以再登记，现在是时候派成绩表。在这个时候派成绩表，将会有两班人，第一班是得胜。得胜我们可以用 victorious 这个字，但是我更加很喜欢用另外一个字，有些的英文译本他说 those who overcome。 哪一班人 overcome？ 你如果看回约翰写给七间教会，你看回每一间教会，由第二章第三章讲的七间教会，有五间受谴责，有两间没有受谴责，我特别讲这五间教会受到耶稣基督谴责的。以弗所教会有些什么人是 overcome 了呢？他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重拾起初爱心的，你能够重拾起初爱心， You are the overcomer。 你能够 overcome， 你能够 overcome 别加摩教会，你能够离开假先知教训的，没有听这些假先知所讲的东西，你能够离开这些教训的，你又是可以 overcome。 推下推拉教会，你能够战胜引诱，冇俾呢啲引诱令到你离开神，冇俾呢啲引诱令到你同神嘅关系拉到好远。撒迪教会，你能够系里外一致，冇外边又系咁样样，入边又咁样样，唔同。你要能够里外一致，你又可以 overcome。老底家教会，你冇半冷半热啦，而家唔系冲温水饮，热奶茶就热奶茶，冻奶茶就冻奶茶。点会你会整一杯又唔冻又唔热嘅奶茶，你都唔知饮唔饮好，吐咗去最好。你要能够全心跟从呢一班，就系得胜
呢一班就系得胜，呢一班就系可以 overcome。overcome 咗之后会点样样？圣经讲：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嘅果子赐给他吃，我必将那隐藏嘅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要把神星赐给他。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事者面前认他的名。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嗱，好啦，我听到好多人讲：，我信耶稣，我得噶啦，我上去坐一间柴房嘅一个凳仔度咧，够啦。有冇听我咁讲？有。嗱，我俾个比喻，嗱呢个比喻咧，我唔可以完全肯定，但系咧，我想俾大家从一个地上嘅角度，你去明白到究竟系点样样嘅一件事。嗱，好似话我哋能够有呢个福分，去到呢一个嘅天国嗰度，好似咧，你已经咧可以咧日日食 in and out，in and out， 好嘛？嗱，我自己系觉得几好，可能有啲唔系 in and out 嘅。总之好啦，系嘛？大家认同咗呢样嘢，但系你见到隔篱嗰个日日食呢个 A5 嘅和牛，餐餐都食和牛，咁我唔知道佢嗰啲胆固醇，到时唔紧要噶啦，唔会有胆固醇问题。餐餐都好咁样样，你仲系食紧 in and out， 你系好噶，你系唔错，但系你身边嗰啲人个个都系食和牛，仲要系 A5 嗰只，2000蚊一磅嗰啲啊，我唔知几多钱，我未食过。哇！你嗰个嘅满足。你是有一个的基本的满足，但是你跟身边那些人比，能够 overcome， 能够得胜那班，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当时我不再储多些分呢？为什么我不去 overcome 一些我跟神之间那个的阻隔呢？我现在只是吃 in and out。嗱，呢個比喻咧，我自己再講一次，唔係一個完全嘅比喻啊，因為我哋回應神嘅愛咧，我哋唔係話要因為食和牛嘅緣故，係因為我哋咧出自回應神嘅愛。但係咧，我想俾大家有一個嘅概念，將來嘅天國係點樣樣？用翻一啲地上嘅比喻。嗱，我哋再睇翻另外一個嘅群組，另外一個群組佢第一樣嘢去講膽怯，膽怯係邊班人？胆怯就是因为怕现在的权势而放弃了跟耶稣基督那个亲密的关系，为了短暂的安全，我愿意放弃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如果我跟耶稣基督亲近，我有机会被这些地上的权势去陷害我，因为我有这个恐惧，所以我宁愿选择暂时放弃同神之间亲密嘅关系。嗱，呢一种喺圣经当中就系胆怯。佢将胆怯同不信嘅摆埋一齐，佢更加将可憎嘅杀人嘅淫乱嘅行邪术嘅拜偶像嘅和一切说谎话嘅摆埋一齐。咁所以你想知道胆怯原来佢唔系自己一个嘅类别，佢系同其他头先我所讲嘅类别。是摆埋一起。好啦，第二个群组他们的结局是怎样？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当你看到第一个群组是 overcome， 是 victorious 的，他能够有这些神给到他们的福分。而第二个群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你会睇到呢个系一个天渊之别，系完全两种唔同嘅结局。嗱，如果喺今年当中，你能够睇到呢一个嘅唔同，正如约翰佢俾到七间教会去睇到呢一个嘅天渊之别，你会唔会更加愿意？如果你身边仲有啲人可能系属于第二个群组，你会唔会愿意更加？同去分享神是爱，神是好愿意好愿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只要你愿意去这个的班这里报名，不要等在这个都成了到最后这个时候，他的班还是接受这个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去接受去登记的话，你就可以得着这么多这么多好的福分。2021年很快脆过去，除了讲一声新年快乐，我想藉着约翰在启示录这段的经文当中，俾到大家能够睇到，其实喺我哋而家人生当中好多好多唔同嘅杂质。我哋能唔能够喺呢个嘅时候预备好我哋嘅自己，将呢啲嘅杂质清除。再去思想返喺呢个世上究竟有啲乜嘢係值得我哋去相信真真正正係我哋嘅保证。睇到原来喺将来呢两个个群体，佢哋有两个完全唔同嘅分别。他们所去的地方是不同，所经历的是不同，他们的结果都是不同。如果我们看得到这个天渊之别，这个全新景象，我们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候更加去着急为到我们身边的人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2021年12月26号你的回应是怎样？你的回应会不会就好像头哥11个月咁样，紧要啦 ，OK 啦。定系你能够睇到呢个全新景象，愿意将你嘅生命献俾耶稣基督？请赞美小组上前嚟，我哋有首回应嘅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让我哋喺2021年，虽然仲未到2022年，我哋已经睇到呢个景象，让我哋嘅生命已经得到改变。
的生命献给你，每只是他的声音，为你的荣耀降临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没有后悔的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心不要忘记，以无可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我爱你，亲爱的天父，在这里为到我们的教会祷告，主，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能好像扫罗那样，我们以为做的事是好，但因为看不到我们很多杂质，我们可能做的事是不讨神喜悦，求父神你帮助，特别在今年10月26日这个主日，帮助我们将我们眼的轮能够卸下，好让我们能够看得见，看得到这个全新的景象，预备我们的心在2022年，我们再次的被你去怀绕，再次的完完全全将我们的生命献上，为着就是得着耶稣基督来，我们献上2021年这个感恩的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完完全全享受神的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Amen。